啊？可以啊。这是外好，我们和妈妈和爸爸，还有和真好，是。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哈哈，这是一段。讲完啦。讲完啦。给妹妹讲故事是不是啊？看书吧。妹妹有没有在听啊？我要给她看多的书吧。好，那你跟她讲。给她看，我们翻给她看。那你翻呢？你听过大海的声音，听见响。你还跟妹妹讲故事呀、啊？妹妹可听你讲故事了，刚才。啊。多的，就给他看小的，我就给他讲。讲完了，那个小的讲完了，那个大的就讲完了。嗯。然后我就不讲了。嗯。看到这一页来了。嗯。这个。你讲什么？没叫妹妹看嘞。